目前拆这个踏板底盖，把这两个螺丝给松下来。然后把主板上的这些线全部拔下来，先拔电源。然后拆主板，用螺丝刀拆主板。把这个充电头把拧下来，放下来。然后把车给搬过来，然后。把后尾灯盖取下，松挡一盖螺丝，翻过来，松电机螺丝，把电机取出来。取出尾灯，把挡泥盖拿下来，把电池抽出来，松掉脚撑螺丝。车子翻到正面，
撕开前面脚垫，取出加速盒，松掉前桥螺丝，分开踏板和前桥就可以了。